知道吧？那玩具收好了没有？收好的。收好了，还要检查。啦啦啦，好棒！哎呦，上次乱七八糟，现在有收好了哦。没有收好玩具，我就死了。最近在玩这个？对啊。这是什么？那个黏黏球。黏黏球。黏黏球是用这个黏啊？对啊，还有这么多。哦。哇，我买一些球来难撵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会丢吗？你丢得准吗？还要比赛吗？我啊，好像在这里比啊。谁怕谁？对，谁怕谁？哎呦！那如果比输的话，就今天做个五样的加速啊！啊，不要写啊，100页功课。写100页功课，好，你自己说的啊。啊，100页功课啊！你把它拿下去玩，这有点太小了、啊。来，后面的标靶摆好了，好。对，好。好 ，OK， 我们就第一关先来直接的射，这是最简单的。200啊，200分呢！哎，这一次380分嘛，来换我，换我，我第一回合670啊！要写100页作业，你第一回合输了，背后丢就这么近了、啊，好吧，很简单，往后跑。哎呦，三个都有中，哎，我三个都跑在这里。压力很大了，我刚刚倒着丢是390分，加油，希望你可以获胜啊！更惨呐、啊！你第二次只有70分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们最后一回合来，这样好了，给你一个机会啊。你赢的话就直接算你赢，好不好？好，最后一回合比较难，用抛往上丢再下来。预备 ，Go！ 最后一局是多少？你是130吧？啊，我也是130啊。啊，我们两个130啊。啊，那我刚刚说我要260才算赢啊。我们要说话算话。今天就算是你赢了啦，不要说我在欺负小朋友啦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你是叶大宝。100页。哈哈。没有叫你写100页啦，那我肯定叫写100页，那虐待儿童是不是？好了，以上就这样了。那这个还蛮好玩的啦，这有不同的玩法，你们可以。去玩玩看了啊 ，OK 啊，二，哇，你等下做瑜伽呀？好了，以上这样了，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